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导弹就是从这个地方落入了邵云环同志的卧室，他们的有些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清理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邵云环同志的电脑，这是他的采访用包，还有一些信签信封。 But it's a tragedy and it was an accident. 三枚导弹炸在一块能是误炸吗？他不是炸得很准吗？很准吗？